巍巍群山之中，悠悠楚布河畔。一段轻声吟诵的经文，一阵悠悠吹奏的号声，800年古寺的光芒再现，100年历史记忆的重新梳理。怎样舞蹈让这里成为了焦点？怎样的音乐穿越历史流传至今？又是怎样的过往让这里成为朝圣者心中的圣地？本期经典西藏带您走进楚布寺，一同感受楚布河谷中的楚布盛世。夏季的傍晚，楚布寺仍然被阳光照射得通透绚丽。此时广场前的大殿顶上传来阵阵悠扬的乐曲声，这乐曲至今仍然不被外界多数人所知，它就是楚布寺独有的寺庙音乐样式贾瑞居楚乐。在西藏佛教寺院中，在举行大的正式仪式前一天晚上，会在寺院楼顶吹奏藏式唢呐和铜钦，以示愉悦祈请供养坛城诸佛菩萨和神灵。在楚布寺则是会在跳羌舞和斩佛的前一天演奏贾瑞居楚乐。僧人德吉今天特意来到大殿顶楼，再次指导起演奏贾瑞居楚乐的僧人们。虽然他本人早已不再亲自演奏乐器，但寺庙中所有乐器的教学都是由他来完成的。眼前的这些演奏者也都是他的学生。僧人德吉从十几岁开始就跟随老师学习楚布寺的这些乐器，在他的老师去世后，他便成为楚布寺中唯一掌管乐器教学的僧人。他说，楚布寺的贾瑞居楚乐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在这里我们得以近距离聆听这稀有的乐曲演奏，也感受到了它令人震撼的独特魅力。正在演奏的较大型的铜号，藏语里叫布哈，较尖的称为嘎利。演奏这两种乐器需要耗费演奏者很大的力气，他们动用全身力量吹奏，并伴有相应举高乐器的动作，时而需要旋转乐器，时而要转身不断变换角度和方向，
这样的演奏让演奏本身不显单调，反而具有舞蹈般的韵律感，观赏性很强。僧人德吉说，这样的演奏也是承袭很早以前的演奏方式，并且严格按照乐理书中的内容进行的。细观察僧人们所演奏的乐器，会发现有两只横笛，这让贾瑞乐与其他寺庙音乐明显的区分开来。在藏传佛教寺院的壁画中，虽然会有神女演奏横笛的图画，但在实际寺院器乐演奏中没有演奏横笛的传统。在西藏本土宗教本教的极个别的寺院中，有横笛单独演奏的习俗，但是同样在乐队中不使用横笛的演奏。在西藏的寺院乐队中使用横笛的仅是楚布寺贾瑞乐，现在贾瑞乐主要使用于楚布寺举行隆重盛大的庆典活动，迎请高僧活佛，以及在楚布寺夏季大法会等场合。使用贾瑞乐的这些仪式活动，并非平时举行的一般性的仪式活动，而是规模大、规格高、相当重要的仪式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楚布寺对贾瑞乐的重视。贾瑞乐的乐器大约是在第二世、第四世和第五世噶玛巴时期逐渐从内地中原传入西藏，因此在此之前贾瑞乐具体如何使用、在何种场合使用等情况，目前并没有找到文献记载或比较可靠的说法。也就是说，楚布寺的贾瑞居楚乐是从元末明初开始逐渐形成的。贾瑞乐仅流传于楚布寺，使用的乐器、演奏形式、音调风格等，无不显出中原汉族器乐音乐的特点，体现出中原汉族地区佛教寺院吹打乐和民间鼓吹乐对楚布寺寺院宗教音乐的影响。而要更详细地了解贾瑞乐，也就要从楚布寺的过往历史说起。贾瑞居楚乐因何而起？又是怎样的原因让它成为稀世经典？拨开重重历史迷雾，深度探究历史故事，梳理楚布寺曾经的历史记忆。经典西藏楚布盛世下集正在播出。藏传佛教后弘期，噶玛噶举教派形成之后，教派实力迅速发展，其寺院信仰者在西藏以及青海、甘肃、宁夏、山西、内蒙古各部族中急速增加，影响日渐扩大。鉴于噶玛巴活佛的巨大的修持法力及教派的实力和影响，公元1256年，在宁夏甘肃一带传佛受法的噶玛巴西接到了蒙古大汗蒙哥汗召见他的诏书，于是他前往蒙古的和林会见了蒙哥汗，接受蒙哥汗赐封的金边黑帽和金印，并依靠蒙哥汗的势力传播弘扬噶玛噶举教法。
这也正是噶玛噶举派黑闹的来历。忽必烈即位成元帝后，对一直跟随他的萨迦派极力崇信和支持，并委以统领西藏130,000户的政教大权，对其教主尊为帝师。而对当初不愿跟随他的噶玛巴西进行了关押和流放，后又释放并允许自由传教。同时，噶玛噶举教派在川西甘孜、阿坝、云南德庆等地和临近云南中甸、丽江、维西等地的藏族、纳西族、怒族等民族中，历来有深厚而广泛的影响。寺院大殿旁的这座蒋康思布，就是第九世噶玛巴时期云南丽江的僧人捐资修建的。噶玛噶举教派和活佛同样受到朝廷的册封和封赏。到了公元1331年和1332年，第三世噶玛巴让炯多杰曾两次接到元文宗要他进京的诏书。公元1322年，他到北京为元宁宗和宁宗皇后进行密宗灌顶，为元朝皇帝和皇室成员传授密法。公元1336年，元顺帝又召他进京。第四世噶玛巴如白多吉于公元1358年应召到北京，为元顺帝父子传授密法。明太祖朱元璋也曾派人召请如白多吉。第五世噶玛巴德银胁巴是西藏佛教史上一位著名人物。明成祖派城关侯显和智光和尚专程到西藏召请德银胁巴。公元1406年，德银胁巴应召到南京后，在华盖殿受到明成祖的宴请。德银胁巴为明成祖及眷属和皇室成员传授密法。不仅明成祖接受了德银胁巴的密宗灌顶，而且徐皇后、内侍从郑和以及很多眷属都得到密法传授。1407年，明成祖赐噶玛巴德银胁巴以如来的名号，并封他为大宝法王。皇帝和朝廷给予噶玛巴以丰厚的赏赐，噶玛巴不仅接受封赏，而且经常派员进京答谢朝贡。双方的宗教、经济、政治、物资等方面的交往频繁。楚布寺的贾瑞居楚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楚布寺的。贾瑞月这种独特的寺院音乐，不仅表明了中原汉族地区汉传佛教寺院和民间鼓吹乐对楚布寺寺院宗教音乐的影响，而且体现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西藏噶玛噶举派与明朝廷、清朝廷之间在历史上的特殊的宗教、政治关系和文化艺术方面的交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噶玛噶举教派形成与历史上政治、宗教关系严格的缩影。摄人心魄的神秘宗教舞蹈，奇幻生动的古老艺术样式，楚布寺独有的艺术传承，楚布河谷中庄严的斩佛仪式，所有的一切都将带我们感受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领略古老楚布寺的万般风情，经典西藏
楚不胜事，下集正在播出。葬礼四月初九，在这天过后，楚布寺隆重的羌舞表演活动就要上演了。许多僧人在楚布河边紧张地排练着，而僧人尼玛丹增也请来老师，在家中给他上起了小课。尼玛丹增第二天要表演的是莲花生大师八位化生中的一位。对于这段羌舞舞蹈，他一直有点拿捏不准。刚从寺庙修行室中修行完毕的他，笑着说：“三年的修行让他忘记了很多动作。”僧人扎西顿珠不光是尼玛丹增的老师，他在寺院中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要负责寺院100多位僧人的羌舞教学。12岁时，扎西顿珠就进了楚布寺。在他15岁的时候，他同几位僧人被选中，跟随当时的老师学习羌舞，而他不负众望，成为当时最出类拔萃的一位。30多年过去了，曾经的老师已经去世，而扎西顿珠也从小小的学徒变为今天楚布寺中一位优秀的羌舞舞者。在僧人尼玛丹增所跳的这一小段羌舞中，他们会一边跳一边唱诵着赞美莲花生大师的经文。羌舞这种古老的艺术种类，在楚布寺就是一代代以这样师徒相传的方式保留到今天。至今羌舞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这与严苛而保守的传承方式不无联系。葬礼四月初十，一大早，僧人扎西顿珠就赶到了盛放衣物和表演道具的仓库。此时，所有羌舞表演所用服装和道具都已分门别类的摆放整齐。从锁带帽子到华丽的彩缎服装，再到腰间锁系腰带，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疏忽。僧人们按照严格的程序完成着表演前的准备工作。一般羌舞会在早晨的9点钟正式开始，而在这之前会有4位类似小丑角色的僧人出面，他们头戴面具，做出各种夸张逗乐的动作，并和广场周围的观众互动游戏。之后，盛大的羌舞表演正式开始。首先会是100多僧侣舞者参与的金刚舞。所有舞者的衣着都极尽华丽炫目，表演者头戴金刚面具，跟随鼓锣等乐器的伴奏不断变换舞姿，庄重而且富有神圣的仪式感。
在羌木的表演中，每个舞者依照扮演角色，要身着四大段式虎皮衣、皱绳、莲花式，手中持有法器金刚诀以及刀剑等物。过程中还要点燃八个香炉，吹响八个唢呐，而后依次跳骷髅、猛力、曲贡、雍转、16大骷髅鬼族、六长寿、狮子舞、莲花生八名号和煞使护法神尊等舞蹈段落，而整个过程也将持续一整天。在狮子舞这一段表演中，非常明确地表现了当时元朝皇帝召见噶玛巴时的场景。舞者表演生动传神，类似现代戏剧效果。这段表演也成为羌木记录浓缩楚布寺历史的鲜活展现。楚布寺羌木本意是用以纪念莲花生大师，在之后的发展里也具有了威吓邪魔、祈祷人间太平、风调雨顺的祈福意味。楚布寺大殿内蜿蜒如长龙般的巨型唐卡正静静卧在这里，再过一会儿，这巨大的唐卡就将被抬出。楚布寺夏季大法会的佛事活动也将以藏历4月11的斩佛活动而达到最高潮。所有在此汇聚的信众们都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盛大的仪仗队已经准备就绪，众人合力将唐卡抬出。这浩浩荡荡的队伍将穿过广场，跨越楚布河，到达对面山间的斩佛台。楚布寺中这幅硕大无比、具有加持力的绸缎制大唐卡，如今也是重绘过的了。最初由第9世噶玛巴亲自设计素描，由明朝皇帝赐予的绸缎所绘制而成的老唐卡，后因种种原因已被毁坏。如今这幅大唐卡是在原有图样基础上重新制作的。当这巨大的唐卡到达半山腰时，周围已聚满了人群。由众僧人合力，唐卡从斩佛台的顶端被缓缓放下。这幅高144米、宽32米的巨幅绸缎制唐卡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塔绚丽的色彩、精美的制作，都无不让人唏嘘赞叹。唐塔的中心会有释迦牟尼佛以及文殊菩萨、金刚护法和历代伽玛巴和大成就者。唐塔顶端由五彩缎制成，并具有药针卷轴画幔。四面八方的信众则以喜悦敬仰之情顶礼膜拜，纷纷向唐塔致去哈达。楚布寺中众僧人也在山腰下面对唐塔举行供养仪式，加持献沐浴，并诵经祈福。楚布寺声势浩大的展佛活动结束了，夏季大法会的高潮也告一段落，寺院里似乎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僧人屈尼的工作却没有因此而停歇。在楚布寺中有大大小小许多修行密室，这些修行密室大都位于楚布寺后山的半山腰，有的甚至在更高的位置。僧人屈尼的职责就是为在修行密室中修行的僧人送去他们每天的饮食。在楚布寺中一直有着这样的修行规定，想要成为喇嘛或者要获得更高级别的修行，就要在修行密室中闭关修行三年整，在这三年中修行者绝对不会离开修行室。像屈尼这样的僧人也会三年一轮换，专门负责为山上的修行者提供饮食和生活必需品。去往修行室的山路幽静而曲折，屈尼每天都会重复行走在这些路上，这个过程安静又富有让人感叹的深长意味。对于屈尼来说，这似乎成为另一种修行的方式。楚布寺的修行士和修行者于有形和无形之中传递着噶玛噶举派、众密宗重视口耳相传和注重修心的教派特点，让楚布寺成为众学佛、信佛之人尊崇的寺庙。在楚布寺的悠长历史中，这座寺庙诞生了藏传佛教转世制度，汇聚了无数历代高僧大德之士。在这座穿越时空的殿宇里，凝聚了藏族人民的智慧和文明，记载了历史。